各位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和交流。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那么这个是涉及到一个我们的内心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是对大部分人来说呢，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东西。那么禅这个字呢，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尤其是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入师道啊。那么入师道，那么这个禅呢，这个入师道的师，也就是佛教里面的一个寒川佛教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派别。历史也就是很旧。这样子的话，这个禅这个字，很多人来说不新鲜，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年代就是也就是最近几十年，大家对禅很感兴趣。似乎就是对禅稍微有一点点联系的东西，关系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很高档所以我们比如说一个茶馆呢，一个蔬菜厅呢等等等等，都跟禅有关系。但是真正的这个禅我们了解的人呢，可能也许不是很多。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这里呢就是我也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对禅的这个这方面的。所以我也就很高兴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呢，可能也就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这个年代就是一个在心灵方面的很多东西是比较缺乏的一个这样子的年代恰好是我们这个年代也就是需要这个心灵方面的很多东西，所以我想可能禅大家都比较感兴趣。那么首先呢，我们讲这个禅从哪里开始讲呢？我想今天讲四个方面。第一个，什么是禅第二个，禅的分类禅有多少种禅宗教的禅生活禅等等等等有信仰的人，也就是比如说比较虔诚的宗教徒他们修的禅还有就是我们没有信仰的人，就是用来这个减压一个这样子的生活禅等等，禅的分类第二。然后第三，禅的作用禅有什么样的作用对一个宗教徒来说，禅它有不同的作用。然后呢，没有信仰的一个普通人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然后禅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禅这个字呀，就是从它的字面上看，就是有一个比较浓重的这个宗教的色彩。很多人觉得禅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离我们的生活，离我们的工作很远但是实际上这个禅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是息息相关的看起来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这样子的内容，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专业的东西也可以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本来这个禅它是一个古老的这个宗教里面的一个方法但是呢，我们现在呢，现代人在没有信仰的前提下也可以修禅有信仰的人也可以修禅。那么有信仰的人对他们禅能够带来什么那么没有信仰的人禅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这就是禅的作用。我想第三就是介绍一下这个禅的作用那么最后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去修禅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比较粗浅的
一个简单的，也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如果要真正的要去了解禅，要去修禅的话，那么这个不是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得完，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去讲。讲当然不是最重要了，主要就是要去体会也需要有体悟。但是呢，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下午的几个小时当中呢，我想这个从十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禅。首先我们从这个禅这个字开始讲。禅对于汉语来说它是一个外来的词，它不是一个汉语，它是一个外来的词。那么外来的这个词来自于哪里呢？就是一个很古老的这个语言，也就是这个印度的梵文来自于印度的梵文。那么梵文当中它的这个发音是什么在梵文当中它的这个叫做萨门达。萨门达就是它的梵文的这个发音。然后翻译到这个汉文的时候呢，萨门达萨门达这两个我们就翻译了禅丁。在禅的旁边就加了一个后面就加了一个丁字。那这样子以后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因为禅第一个它保留了这个印度的古梵文的这个内容萨门达跟这个禅是很接近的，这个音是很接近的，它是一个音译。然后再后面呢加了一个顶禅定，这两个字的发音跟古老的这个梵文里面的萨门达和禅定这两个字的发音是很相通很接近的。然后呢后面加了一个定以后呢，这个定字除了这个发音方面呢跟梵文相通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在汉语里面呢有一个意思，就是人的心可以这个平静能够这个平稳安定，就起到一个这样子的作用。所以就是佛教的这些翻译家他翻译过来的时候，就除了禅它是音译顶它就是既是音译又是意译它有这个保留了这个原文的这个音还有呢在从汉语的角度来看也有一种意思也在里面这叫做禅。然后另外一种翻译就是完全是另外一种翻译是完全是意它的内容那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叫做净律净律萨门达，印度的这个萨门达梵文里面的萨门达翻译了这个韩语以后呢如果不用这个音译不用禅定的话，那么它另外一种翻译叫做净律净律静就是人的心平静下来很宁静的很平静的律就是考虑在这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去思考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叫做律平时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意识一直都在这个波动然后这个波动的幅度也是相当大的就是一直都在这样的波动那么通过这种禅这个波动的幅度慢慢的减少最后能够达到一个很平稳的一个非常平静的一个状态这个叫做静然后呢在这个状态当中再去思考再去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或者是如果再更深层次的去了解的话，那么宇宙人生的真正的这个真理包括我们的心的它的我们的自我的本质等等就是在这个当中去深度的去思考
这样子以后呢，它可以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思考是因为意识的波动非常的大，很烦躁，所以我们的这个大脑在这个时候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好，那我们的思维的这个灵敏度没有那么的高。那人的这些杂念都抛开了以后就达到了一定的这个达到了一个水平的时候，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去思考那么人的这个智慧这个灵敏度也非常非常的高。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苹果的这个乔布斯，他也不是说在大作的过程当中他去思考他的这些产品怎么样这个上升呢怎么样做得更好呀这个是完全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因为这个精和律在汉语里面的精和律这两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它这个翻译是非常的准确的两个字表达了两个不同的这个含义，然后这个两个字当中呢，把这个禅定的所有的内容，也就是表达的非常的清楚。静虑人的心能够平静下来了以后，再去思考问题再去考虑问题，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的心没有平静下来的时候的这个这个思维和这个平静下来以后的这个思维的它能够发挥的作用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叫做静虑也叫做禅定这个就是萨曼达的音译然后它的意义它的内容就叫做静虑这个就是禅定的意思，它的这个两个字的意思就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禅有什么样的分类有什么样的分类呢整体来讲可以分三大类禅可以分三大类这个三个不同的禅每一类里面呢，然后也可以再分很多很多的细节的，但是呢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禅第一个叫做有相禅有相有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心平静下来了以后，然后去想一些事情然后去思考一些东西在这个当中呢可以去思考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叫做有相禅这里面呢包含了什么比如说佛教讲的慈悲心呢还有这个刚才李先生提到的这个比如说感恩的心呢等等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就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些东西精神上的这些东西，就是在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去思考所以叫做有相禅有相它要就是静下来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静下来，而且在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去思考一些问题那么为什么要在平静的时候去思考呢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以后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进一步的去了解禅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亲身经历的。中国禅宗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如人饮水能乱自知，能乱自知。禅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要真正的去了解，想了解这个禅是什么那么你必须要亲身去体会如果不体会的话，那我们永远都是一个门外汉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禅的本质比如说我们这个禅宗的一些过去的禅师的各种各样的语录我们可以看然后呢关于禅的一些描述我们也可以读但是呢这永远都是停留在一个字面上的一个理解而已，实际上就是没有体会没有体会。那么禅这个它所讲的所有都是什么呢？是一个玄活的人的经验，它讲的都是人的经验所以没有没有这个
去搭着啊，没有去亲身经历的话，这些啊感受、这些体会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没有办法表达。比如说啊，蜂蜜的味道，蜂蜜的味道是什么？我们大家都会说是甜的啊，甜的。那什么叫做甜呢？啊，因为我尝过这个甜这个味道，所以我一听到这个甜这个字的时候啊，我就是有一个啊，有一种啊，有一种理念啊，知道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如果啊，从来都就是一辈子都没有尝过这个甜这个味道，也如果家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么我们给他讲啊，这个蜂蜜的味道是什么啊？然后就会说甜的啊，那么甜的什么？到底什么叫做甜的啊？不是苦的，不是酸的，等等等等，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没有办法直接的表达，这是没有办法直接表达，没有办法直接的形容啊。所以，人的这些内在的这些感受是必须要自己去体悟，自己要必须去啊感受，才能够知道它的真正的这个含义啊。否则的话，我们是用这个语言，有些时候是真的是没办法表达。尤其是禅这个当中啊，就后面就是越往后的时候呢，他表达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深入的东西。那么我们人类的语言啊，人类的语言是为了方便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沟通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工具。那么它的范围，它能够所表达的这个范围就是现实生活，也就是我们的感官的范围。然后呢，我们要给别人啊表达一个超越我们的感官以外的东西啊，以外的这个体会，以外的这样子的这感受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它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呢，在禅宗里面，像六祖慧能大师讲啊，不可思，不可言。啊，为什么不可思？为什么不可言？啊，那么不可思就是没有办法去想啊，不可思啊，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去想。不可言就是没有办法给别人直接表达啊。那么不可，为什么不可思？为什么不可言呢？因为这个禅，它到了一定的这个啊境界的时候呢，它就开始超越了我们的感官的范围，也就是超越了我们的现实生活的范围，所以就是不好表达啊。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个禅，我们今天讲的是圣火禅。但是圣火禅也是一样，圣火禅也是一种体会啊。啊，什么禅都是体会啊，都要自己去体会。如果我们不去体会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知道禅是什么。所以啊，禅是要如果真正要了解禅，那就是必须打坐的啊啊，那这是这个叫做禅啊，禅是一种特别的一种特殊的一种体会啊，一种体悟。这种体会呢，我们刚刚也提到过，把我们的这些烦躁的东西啊，烦躁的东西，负面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波动啊，让它啊，就是啊，这个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到了一定的时候，然后去思考一些东西啊。那么在这个状态下思考，跟我们平时浮躁的时候的思考，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叫做啊有想禅啊。比如说我们为了这个感恩啊，这个社会，为了感恩这个土地，为了感恩某种人啊，等等等等。这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感恩，比如说有些时候的这种感受，跟我们静下来去认真的去思考，这个效果啊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这个静下来思考啊，这个效果非常的高。然后呢，静下来了以后呢，有些时候因为我们把这些杂念啊，各种各样的杂念过滤了啊，过滤了以后呢，
生下来的啊，生下来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禅宗里面经常也讲这个例子，比如说水啊，水流非常急的时候啊，非常急的时候，它的下面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它很急，水流很急，我们看不到它的下面东西，但是这个水一啊慢下来了以后，或者是就是像一个静静的湖面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它又没有波浪，没有波纹，就是一个很平静的这个湖面的时候，而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同样的，我们的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这个意识的幅度是相当高的，在这个时候呢，像一件事情，这个效率啊，并没有那么高，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杂念啊过滤了以后呢。最后的啊，这个就生下来的就是新的，它真正的非常平静的这个状态，它的本质在这个当中去想啊，然后这个思维的这个那、这个灵敏度完全是不一样啊，想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透彻啊，这样。所以，比如说佛教也是这样子，佛教的比如说慈悲心、感恩心、平等的心啊等等，这些都是要。他要求我们静下来去想这些事情啊，静下来去想，因为这个时候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啊。好，这个就是要叫做啊这个有相禅啊，这叫做有相禅。然后第二个啊就叫做无相禅啊，无相禅。无相禅是什么呢？无相禅什么都不想。没有思维啊、没有去想，不去想任何一个这个特别的东西啊，心静下来啊，心平静下来，把我们的这个啊这种这个思维的啊杂，就是佛教里面就常常用这个杂念这两个字啊，也就是我们意识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幅度啊。降下来了以后呢，它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从佛教的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了呢？啊，佛教就把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它就分了八个啊，分了八个层次。西方心理学它的啊这个对于我们的精神的啊对心灵的这个了解，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深度啊，根本达不到这个深度。那么佛教它把这个啊分的很细啊。那么佛教是怎么分的呢？它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分的呢？啊，就是这些前辈啊，释迦牟尼佛，然后后来的这些啊非常有成就的这些人，根据他们的修心的禅定的这个经验啊，然后把人的这个啊精神就分了八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叫做感知啊，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见的啊，身体的触觉啊，视觉、听觉等等啊，这五个感官的五种觉受啊啊，是最粗浅的，这个是我们啊凭最粗浅。为什么最粗浅呢？为什么说最粗浅呢？这些啊这些感受只有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比如说包括我们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深度睡眠的时候，这些都没有的啊。深度睡眠的时候，不做梦的时候啊，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有视觉吗？没有视觉啊。有听觉吗？没有听觉。有触觉吗？也没有触觉，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它都已经停滞了，这就是说明它是这个整个啊整个精神的这个层面当中啊，它是最啊最粗浅的啊最粗浅的，所以它是它这个时候是不存在的。然后第六啊，这个五个以外，第六是什么？第六个层次是叫做第六识啊，佛教里面这叫做意识啊，第六意识。它是从这个精神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排列讲，它是第六，然后它是意识啊，这个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精神，就是它啊，它可以判断
外面的各种各样，他可以分析外面的各种各样的食物，然后他也可以判断啊，然后同时他也回头，他也可以知道自己是什么。嗯，用佛教的话来讲，这个叫做自知自明啊，自知自明。比如说物质啊，我们可以去感受它，但是呢，它不能再去感受别的东西啊，物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嗯，然后我们的心，它既可以感受其他的东西，然后它又可以回头也可以感受它自己的本质。比如说简单，最简单的，我们不需要闻啊，不需要通过逻辑，不需要通过什么东西，明明知道我们自己在想什么。嗯，这叫做自知自明啊，自知自明，这是第六意识。然后第七啊，这种意识呢，深度睡眠的时候也不存在的。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或者是人昏迷的时候啊，深度睡眠的时候，他有没有这种思维的活动呢？没有这个思维的活动，那个时候已经停止了，嗯，都已经停止了啊。那么还有一个第七啊，第七是什么呢？第七叫做。第七其实是一个佛教里面把这个就是看得比较重，所以把它分开了，实际上就是一种执着啊，一种执着，这叫做在佛教里面这叫做我执啊，我执啊。我执是什么呢？我们对我自己的执着。比如说我们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一个我字。比如说啊，我要去赚钱，我要去上班，我要去吃饭，等等等等，这些里面呢都离不开一个我字。嗯，那这种执着啊，叫做这个第七啊，就是叫做摩那识。嗯，还有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是最基本的这个精神的啊，最基本的精神，也就是说我们最基础的这个人的这个意识，嗯，这叫做用佛教里面叫做阿赖耶识啊，阿赖耶的意思就是阿赖耶，它也就是这个印度的梵文啊，翻译了这个中文以后呢，在唐朝的时候，玄奘法师他们的翻译是叫两个字啊，叫藏识，收藏的藏啊，藏识。嗯，为什么叫做藏识呢？因为这个精神里面呢，它就是。这个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能量啊，储存啊，它就是像一个我们的电脑的硬盘一样，嗯，所有的善的、恶的、好的、不好的这些东西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储存在啊这个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个精神啊当中，嗯，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做梦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也有这样子的啊体会，比如说。做梦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要明天要见到一个人啊，我今天我根本不知道明天要见这个人啊，但是呢头一天做梦的时候呢啊，头一天做梦的时候就梦到这个人啊，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就这样子啊。那么梦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预兆的这个功能，嗯，这是为什么呢啊，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发生的情况，但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去揭示，嗯，怎么样去揭示啊，这个不是特异功能，不是神通，什么都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也有这样子的体会啊，比如说两三天以后啊，发生的事情啊，我现在没有去想，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去想，但是呢啊，梦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画面啊，然后梦里面出现的画面呢，真正的两三天以后就是出现了啊。我们平常说白天想什么，晚上做什么梦啊，这个是对的，有些时候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不能说所有的梦都是这样子啊，一部分就是这样，白天想什么就是有。比如说我们今天现代的人做梦，梦里面会梦到汽车呀、飞机呀啊，那么300年以前的人，他的梦里面有这些吗？没有这些。嗯，这就是说明啊，我们白天想什么，就是晚上做这样子的梦，这是一部分是对的。但是呢，梦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奥秘、秘密的东西。嗯，那
这个跟我们的禅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佛教心理学里面讲的这个阿赖耶识，也就是这个常识，就像电脑的硬盘这样子的东西里面呢啊，就储存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信息，储存了很多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比如说我三四天以后要见到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信息的一个前兆啊，这信息的一个前兆啊出来了，蒙里面出来了，然后呢正式的东西呢就在后面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但是心就传递在存在很多的这个啊信息，所以叫做常识。那我们修禅定的时候啊，修禅定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就心的幅度降到什么程度呢啊，它基本上都是这个思维的波动，基本上就是归零啊，归零了。那么零是什么啊，零是什么，怎么样归零啊，这个零是什么呢？零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零就是这个常识。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啊思维，就是让它回归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啊，这个层面的时候，然后没有思维，但是呢头脑非常的清新啊，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是高灵敏度，但是没有思维。在这种情况下啊，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宗教徒的话，那么就可以修更好的东西了啊。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那也可以的。但是这个是我们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基督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所有的啊。所有人的一个共通的一个心理现象，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到这个点上面啊，每一个人的思维都可以归零啊，这跟信仰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这个当然，第一次这个发明的是谁发明呢？当然是在佛教里面，在宗教里面发明的。但是呢，这个是不是一定要有信仰呢？这不一定的。这我们前面也讲过，有信仰的人修这个和没有信仰的人修这个，虽然它的效果、它的最后的作用有所区别，但是呢，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有信仰的、没有信仰，就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啊。那么我们这个太极禅呢，就是它的啊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快乐啊，第二个就是健康。那么这个零把我们的思维都归零了以后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健康啊。为什么能够得到健康？比如说啊，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啊，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环境的原因等等等等，给我们制造了无数的这种垃圾情绪啊，无数的这个负面的情绪。然后这些情绪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尤其是比如说当高管的、当企业的这个高层的管理者啊，尤其是这个最严重。因为他的工作压力比其他人还高啊，他要处理的这个事情比其他人多得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人如果没有修禅定，那慢慢的他的这个内心呢，一开始就是很浮躁啊，然后就是急躁啊，然后就是狂躁啊。如果这个时候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最后呢就是走到非常不理想的这个发展到这样子的层面。那么解决的方法就有两种方法，两种方法。那一个是要发泄啊，释放出来。那么比如说抱怨啊、嗔恨心啊这些东西，怨恨的东西释放出来了以后是什么呢？那就是打人啊、骂人啊，就是这样，所以不能释放啊。那么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化解，不要释放出来，就在自己的肚子里面把它化解掉啊。那么如果一不释放啊，二不化解，一直憋在心里面，就堵在这个心里面，那么这样子的话，最后就是焦虑、抑郁，所有我们的就是现代人的这些精神问题，就是从这个当中产生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是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解决问题，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有发泄拔啊，这是现代人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发泄拔专门给你提供一个啊发泄的地方，去砸电视机，砸各种各样的家具，各种各样东西，砸完了以后呢，赔钱呢啊不解决问题啊，当下可能是稍微有点点放松的感觉，但是呢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还有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就是人类的悲哀啊。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就叫做哭吧，去哭啊，专门给你提供一个哭的地方啊，然后去哭哭哭哭，哭完了以后呢，啊，就是稍微就感觉到一点点的轻松的感觉啊，释放了啊。但是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解决。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再苦再发泄都没有解决。这是临时的啊，有可能半天呢一天呢稍微感觉啊，就感觉上就是稍微轻松一点而已。所以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所以我们啊发泄吧哭吧都不解决我们的心灵问题，真正我们应该需要有个禅吧，修禅的地方啊，这样子才能够我们把这些东西啊既不需要释放啊，也不需要憋在心里面，就在自己的肚子里面把它化解掉啊啊，这样子以后呢不去啊，不会伤害别人啊，然后呢也不会自己很难受，在肚子里化解了啊。那么化解的方法是什么呢？化解的方法就是这样，把我们的所有的思维都归零了。那么这个零的这个状态当中，它是没有焦虑的啊，没有这个抑郁的，没有痛苦的，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平静的状态啊。佛教里面它怎么形容呢？佛教里面说，比如说秋天的啊，秋天的天空啊，当然我们现在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秋天也就看不到什么很蓝的天空啊。比如说高原上啊，高原上啊污染就是相对比较少的地方啊，高原上就是秋天十月份左右的时候啊，正没有云的时候，这个蓝天啊，躺在草原上一看，这个蓝天啊，这是是一个无法形容的一个非常纯洁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蓝天啊。那么同样的，佛教就是用这个啊秋天的天空来形容这个灵的层面，灵的层面就是说这个层面啊，在这个层面上没有焦虑，没有压力啊没有痛苦，没有这些都没有，没有压力，所有东西在这个上面啊，在这个当中就消失了啊，所有的不开心的东西都在这个当中消失了，完全这些东西完全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些东西，压力、焦虑等等等等，这些负面的这些垃圾情绪啊，什么样的状态下产生呢？当我们的人的心就是离开了这个灵的这个层面以后哦，才会发生这些事情。归零了以后呢，这东西都不存在。所以西方心理学家他现在也就发现了他的重要性啊。西方心理学家说，这个禅修五分钟的这个禅修啊，五分钟的禅修等于就是一个小时的熟睡啊，非常非常深度的睡眠，等于就是一个小时。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睡眠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睡眠对人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睡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啊，可以完全可以放松，完全可以休息啊，不工作了啊，人就是完全可以极度的这个放松啊，所以人在这个睡眠当中可以得到休息啊，这些疲劳、焦虑很多东西在这个当中是相对来说是可以化解的。但是我们刚才讲啊，睡眠的时候啊，还这个睡眠的这个效果还没有禅定的好啊，因为禅定呢是完全是一个深层次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啊
在这个层面上啊，完全是一个极度的放松啊，极度的放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人就可以啊，这个在这个状态当中可以化解啊焦虑呀、压力呀，什么都没有。嗯，就像啊，就像西方的这个，比如说像催眠术一样啊，催眠了以后呢，比如说有些人的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恐高症啊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心理的问题，嗯，然后通过催眠以后呢，他找到了这个根源以后，他就啊从此以后就是从源头上解决了啊，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啊。这个原理跟我们的这个禅的原理是比较接近的，比较接近。当然这个催眠啊，这催眠呢它还达不到这个禅的这个深度啊，但是原理是基本上是相通的。 那我们新的这个这些今生就是这个归零到第八个这个层面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就可以得到一个极度的放轻松啊，放松啊，休息啊，这叫做生活禅。生活禅有信仰也可以，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以，这是一种人类的心灵的一种放松的方法啊。这种放松的方法呢，有信仰比如说信佛的啊，信基督的，信伊斯兰都可以去这样的放松啊，然后没有任何信仰的一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啊，也有焦虑啊，啊，也有压力啊，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啊，也有各种各样的垃圾情绪啊。那这些垃圾情绪出来了以后呢，你比如说在你的理念上、观点上、立场上说我是唯物论者啊，但是呢，精神上的这些问题还依然存在的，嗯。这是一个现实的东西，所以你也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一样的不幸福啊，一样的痛苦。所以，这个无神论者、唯物论者也可以这样子放松，这是一个放松的方法，放松的方法，归零啊，极度的放松。这个时候啊，那么我们怎么样知道啊？怎么样知道这个第八识啊，佛教讲的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存在呢？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它的存在呢？深度睡眠的时候啊，人的身体跟人死亡以后的这个身体是不一样，死了以后叫做尸体啊，睡眠的时候不叫尸体。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会说啊，因为有血液循环啊，有心脏的跳动啊，等等等等，我们说一大堆。为什么有这个时候为什么有血液循环？死了以后为什么没有血液循环？人这个深度的睡眠或者是昏迷的时候呢，为什么这个心脏的跳动、血液的循环为什么还是一样的存在呢？这到底这个它的原动力在哪里呢？这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人死了以后叫做尸体啊，没有昏迷的时候不叫尸体，这个我们这个理由我们说得出来。那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再进一步这个我们没办法知道。那是为什么？用佛教的话来讲，这个时候人死亡的时候啊，他把里面的这个第八意识啊，储存大量的这个心系的东西走了，离开了这个身体了。就像一个计算机的硬盘啊，就是拉到另外一个这个计算机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计算机呢只有一个硬件，等于是空的东西了，就是一个壳啊，就是一个外壳啊，实际上没有内容的东西。一样的，这时候这个东西啊，就是人的这个储存大量信息的阿赖耶识走了，所以这个时候人没有血液循环啊。深度睡眠和禅定的时候呢，这个还在啊，这个储存的这个信息量的这个藏尸还在，所以真正的原动力就是它啊，它让我们有这个血液的循环啊，它让我们有这个心脏的跳动，所以因为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意识还在啊，所以这个当中还可以产生，从零又可以产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所以这叫做禅定，这是禅定的原理，就是这样子啊。这叫做无相禅啊，这叫做无相禅，实际上没有什么想的东西了，不像。为什么不像呢？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啊，是一个佛教徒的话，因为这个心非常的平静的这个状态，跟你真正要了解的这个自我的状态，这两个是非常接近的。在这种平静的状态当中，你非常容易看到我的心的本心到底是什么，非常的容易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一下子就开悟，一下子就顿悟了，他立即就知道啊，我的本心是什么。就佛教徒呢，就是为了能够证悟，就修这个禅啊。然后像印度教啊，他也修。他为什么修呢？他就是为了神通啊，也就是为了特异功能。因为这个嫉妒的放松啊，这个当中呢，因为人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杂念归零了以后呢，他就会啊，这个当中本来的一些原来的一些功能就开发了啊，精神上的功能啊，这种说法啊，翻译到现代人的这个话的话，那就是大脑就是开发了啊，现在我们的大脑只开发了20%、15%、20%这样子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是70%呀、80%都开发了啊，用现代人的说法，那就是大脑开发了。开发了以后呢，然后它就是因为大脑的这个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开发的这些啊，通过禅修开发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心的它的一些功能啊发挥作用了，所以别人看不见的你能看得见啊，别人不知道的你能知道，别人没有办法知道的一些未来的东西你能知道啊，这叫做特异功能。这叫特异功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宗教徒啊，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禅悦啊，禅悦这两个字是一个佛教或者是宗教的一个专用的名词啊，悦就是喜悦，高兴啊，禅悦。刚才我们讲的啊，这个健康和幸福啊，太极禅就是健康和幸福。健康和幸福，那么健康怎么健康？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健康怎么健康？这个禅怎么能够让我们带来健康啊？因为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化解了，所以我们的心灵很健康啊。然后那第二个，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快乐啊？健康快乐这两个啊，禅太极禅啊，禅怎么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快乐或者幸福呢？因为这个人极度放松的时候，里面有一种感受叫做禅悦。禅悦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快乐的感受啊。这种快乐的感受，我们平时在吃喝玩乐这种浮躁的这个生活当中是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个这样子的啊，一个高端的深层次的一种感受。所以很多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年代的啊，很多的这个外道，也就是说像这个印度教等等的，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年代呢，印度的宗教也不仅仅是一个印度教，有很多很多的宗教啊，很多很多的宗教啊。那么这些宗教里面的这些修行人，他们发现啊，就是人极度放松了以后呢，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啊，在平时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无法得到的一种感受啊，是一种非常快乐的感受，幸福的感受。然后呢，他们为什么修禅？他们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感受啊，修禅啊。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啊，因为这种感受因为这个感受，这种快乐的感受啊，幸福感很强的，很强的，所以太强烈了以后呢，它会反而会影响到人的这个能够看到
本行啊，它还是有一点点覆盖的这个作用，它还是有一点点干涉啊，有一点点扰乱，所以佛教就不怎么赞叹这样子。但是呢，实际上真的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干涉啊，这就是给我们可以带来这个快乐的干涉。然后这个快乐啊，强大了以后呢，它可以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很多的焦虑啊、痛苦啊、不开心的东西，全部可以化掉，全部可以化掉啊。所以这个禅里面呢，我们获得了健康以外，还可以获得啊，还可以获得这个快乐啊，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今天这样子讲啊，到底是不是？我想可能很多人也许有这样子的疑问啊啊。这个疑问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亲身经历了以后，然后就知道啊，每个人都知道啊，原来真是这样子。那这叫做这个无相禅啊，无相禅的它的作用是这样子啊，印度教徒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既不是佛教徒啊，又不是印度教徒其他教徒，那么这种人呢啊，为什么要修这个禅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了两个啊，就是一个就是为了心灵的健康，第二个啊就是为了幸福啊。所谓的幸福快乐是什么呢啊？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啊。有一本书叫做这个什么是幸福啊，什么是幸福，由全球155位大师级别的人啊，这个里面有心理学家，有宗教学家，有社会学家，有什么都有，大师级别的155个人啊，就是大家讨论什么是幸福啊啊，最后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啊。有些人说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稳定的收入啊，有些人说幸福是什么，家庭的和睦啊，有些人说这个周游全世界就是幸福啊，然后有些人甚至说一杯水就是幸福，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其实这些都可以给人带来幸福，比如说一杯水也能够带来幸福，比如说一个烈日下啊做苦工的这个工地上的工人啊，如果在一个稍微比较凉快的地方坐下来喝一杯水，肯定是非常的幸福的啊。所以这幸福这东西啊，它没有一个标准啊。为什么没有标准？因为它是心灵的感受，心灵的感受。有些时候呢啊，这个稳定的收入可以给我们带来这种感受啊，有些时候呢庞大的物质财富也不能给我们带来这种感受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但是他们都不是幸福，他们是让我们产生幸福的一种因素啊，因素，但是它不是幸福。家庭和睦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幸福感，但是家庭和睦是幸福吗？不是啊，幸福是主观的啊，主观的啊，所以这种这个幸福呀、是怎么样得来的？这禅完全可以给我们带来啊，这个深层次的这个幸福感。那么这个幸福感可以完全可以啊化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工作上遇到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开心的事情，这有科学的证据啊，有科学证据。我们可以看2004年的美国国家科学杂志院会刊啊，这个里面就有一些科学的数据。这些科学的数据从哪里来的呢？国外啊，他们做了研究，有参与了12个人啊，都是学藏传佛教的这个禅修禅的，其中四个人都是西方人，但是他们是修藏传佛教的禅修啊，然后八个人呢是藏族人，然后这些人很多人都有10000个小时以上的这个精坐大坐的禅修的经验，然后这些人呢就修禅的时候啊，就是扫描他们的这个脑部的这个大脑的
颠簸啊。然后呢，这个结果就是在这个美国国家科学杂志啊，这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科学的杂志啊。那么这个上面出来了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搜索啊，这个上面有。那这个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禅完全可以带来啊，给人带来幸福感啊，甚至是禅啊，可以疏导、重塑大脑啊。二十年前啊，神经科学家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人的大脑从小一直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啊模式，然后再从此以后是不能改的啊。这过去的啊，这个神经科学家的这种啊脑神经科学家的观念，嗯，现在就是有很大的变化，有进展啊。有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很多这个科学杂志上也说，人的这个大脑完全是可以通过禅修、通过心念去重塑的，可以改变的啊。不幸福的啊，没有幸福感的人，通过这个心念的训练，然后可以幸福啊。这个是这2004年的这个科学杂志上已经有了，嗯。有科学的证据啊，有这么几千年来成千上万的这些祖先的啊经验告诉我们啊，人在不开心的时候呢，你不要啊一直都让我们到外面去找一个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解决不了的，我们的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是来自于这些外面的这些啊物质啊啊等等啊。那么现在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这个是不太现实。最最理想的是他自己去解决，这是最理想的。嗯，所以这叫做无相禅啊，就是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什么样的信仰的人都可以用啊。这个具体的怎么样去向我们在下一堂课里面可以介绍啊。这是第二个禅啊，我刚才介绍的第一个有相禅，第二个是无相禅。嗯，现在第三个啊，非有相非无相禅啊，这些都是佛教的话呀，不太好理解。非有相，我们平时我们的观念。没有因喜，没有相，那就是应该有相啊，不是有相，那应该是无相。但是呢，这个在真正的这个深层次的这个层面来讲，我们的这个有和无都是不存在的啊。这些我们自己建立的这个啊有和无，在我们的感官的这个范围当中是成立的。成立的啊，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讲，非常的真实的东西了啊。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他虽然是讲空心啊，他讲空心，但是他从来都不否定。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啊，或者是翻译成现代的语言的话，从我们的现实生活的角度，永远都不会去否定这些东西存在的真实的。嗯，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从做梦的人正在做梦的人他的角度去看，那这个梦里面的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啊！不管他其他人怎么看啊，不管他已经醒过来的人怎么看啊，做梦的人从自己的角度来讲，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这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嗯，比如说我们两个小时当中的梦，如果把它拉长啊，拉到50年、70年，这叫做人生啊，这叫做人生。嗯，如果人生70年、80年的这么啊，这个压缩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话，那这叫做梦。嗯。梦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时间的差别，但是这个时间的差别也不好说到底啊。这个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就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下佛教的这些东西。你可以不学佛，但是呢，去了解一下，这真的是一个可以当做一个文化去研究，也是非常有意思。这里面真的有一些非常奇妙的东西啊。那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自己建立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建立的，我们自己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这些逻辑，所谓的逻辑
判断啊，在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时间当中，这都不是真实的啊。就像我们做梦的人，对他来讲一切都是很真实的，但是如果旁边另外有一个人是醒过，他没有睡觉啊，从他的角度来讲这都是假的。嗯，但是正在做梦的人的这个角度来讲都是真实的。嗯，所以为什么叫非有相非无相呢？啊，既不是有相又不是无相，但这个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这是矛盾的，不可能的啊！不是做就是有啊，不是有就是既不是做又不是有，这个怎么讲得过去，没办法讲。嗯，但是在另外一个空间，这个做和有是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时空当中是我们的感官的结论啊。从这个结论的角度讲啊，不是做就是有啊，不是有就是做，这是对的。嗯，但是另外一个时空另外一个境界当中啊，这都是不存在。所以呢，即非相啊，有非有相非无相的这个禅啊。那么这个禅是我们没有信仰的人是没有办法修的啊。太极禅也不是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那当然更深层次的去了解，这个就是佛教的真正的禅啊。禅宗，中国禅宗讲的禅就是这个禅。嗯，禅宗讲的禅啊，里面有没有包含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禅呢？有啊，这个里面都包含了。但是真正的禅宗的禅不是这个。大摩祖师讲过啊，如果没有真悟就不叫禅。啊，什么叫做禅呢？真悟就叫做禅，没有真悟就不叫禅啊。那这个真悟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佛教的一个高端的境界啊。那这个禅叫做非有相啊，因为这个里面呢，这种禅的境界当中呢，你是不是在像什么东西呢？不是啊，没有起像什么啊。那是不是刚才这个无相的禅呢？也不是啊，这个也不是这个无相的禅啊。那么又不是无相的，又不是有相，那到底这是什么呢？啊，然后就是告诉我们啊，它不是我们的感官的这个范围当中啊。我们的意识的判断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我们的感官啊给我们的意识传递了一个信息，然后呢，我们的意识呢，就是这个数据、这个信息，通过整理、通过这个分析以后，然后他去判断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啊等等。但是超越了以后，超越了这个啊范围以后呢，然后它既不是有相啊，也不是无相，这个这是真正的佛教的禅。嗯，这就是佛教的禅啊。那这个我们今天就不用讲，但是顺便啊，这个禅的啊这个分类当中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嗯，那我们的这个第一节课里面就讲到这些了，然后呢，下一节课里面我们就讲这个禅的作用啊，还有尤其是这个具体啊，比如说我们虽然是一个初签的，但是呢，比如说我们修太极禅的话。那怎么样去修呢？啊，实际上这个理论大家都知道了，但怎么样去做呢？啊，这些禅是不是啊？是不是我们普通人永远都没办法修的呢？是不是这个要修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出家呀？或者是长时间的闭关呢？是不是这些呢？啊，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用。那么我们刚才呢，就讲了两个内容，第一个什么是禅，嗯。然后呢，就第二个就是禅的分类，简单的就介绍了这两个。现在第三个，那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禅的作用。嗯，其实这个禅的作用，我们在刚才的这个第二个内容当中呢，也就讲了一些了。那么，但是呢，现在也就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禅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禅它有很多的这个。作用，比如说物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啊，它也我们也可以发现，
很多的奇妙的东西，比如说300年前的人根本不知道的，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些很多的这个物质世界当中的一些奇妙的现象啊，今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东西了。这是物质的一个开发，物质世界的一个开发。另外呢，在精神生活当，在精神的这个领域当中，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奇妙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开发。完全是可以，尤其是那这内心当中的，因为我们的精神当中的很多很多很多的潜在的这个功能，我们现在没有开发，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精神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开发，我们也不知道啊，科学家也不知道我们的大脑啊，就是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把我们的大脑100%的开发了以后呢，这个世界变得什么样子？我们的感官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科学家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当我们的大脑100%的开发，那么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就肯定是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子的世界，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这个肯定的。然后呢，当我们的大脑100%的这个开发的时候呢，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的这个声音不是今天这样子的。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不知道，很多人就不知道啊，只知道反正不是今天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感官跟外面的东西啊，它是有一个在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关系。其实佛教很早以前就说过了。平时我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啊，声音啊，物质本身就是存在的，然后这个存在的东西，我们的感官去感受它啊，这个是我们的常人的这个认知啊，这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啊这个公认的，但是不是这样子啊？300年前这个西方哲学里面就有一个争议啊，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的一个争议是什么？说如果在一个原始森林啊，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动物的一个这样子的地方，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呢，把一棵很高很高很大的树倒下去的时候呢，这个有没有声音啊？有没有声音？然后英国经验唯心主义贝克莱啊，他们说这个是没有声音的。但是他只是说没有声音，他为什么没有声音？怎么样没有声音？最后的这个证据呢？他也没有拉出来，他只是说啊，这是一个假设而已。然后唯物论者就是说，这肯定是有声音的啊，只不过就是没有人听见而已，声音怎么没有呢？肯定有的。然后现在啊，就科学给我们一个答案啊，这个答案就是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出乎意料。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所有人肯定，我想大部分的人就觉得这肯定是有啊，怎么没有声音呢？这是我们没有听见而已，声音肯定在哪里了，这声音不是你听见和不听见，声音肯定在哪里。但是不是这样子啊？科学告诉我们什么？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那么没有声音，那有什么呢？只有空气的压力。一棵树倒下去了以后呢，在这个空气当中就产生了一种压力波啊。这压力是不是声音呢？不是声音，压力根本不是声音。这是一个空气当中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压力啊，声音是没有的，只有空气的压力。但这个压力啊，
就像波一样传到我们的耳朵，然后呢触动了我们的耳膜的时候，然后我们自己的大脑里面呢就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感受，这个叫做声音啊。那么难道声音在我们的大脑里吗？就是这个意思，声音就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意思就是说，所谓的声音就是一种感受，就是一种感受，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科学给我们把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观念，这以前的观念颠覆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不可能，但是呢，慢慢的，因为它是科学呀，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接受了。接受了，但是佛教很早以前就说过这个话，但我们很多人因为它是宗教所以不一定是真实，很多人就是这种观念，所以我们没有接受。那这时候就是我们这个物质就是我们之前认为声音就是一个外在的物质，那现在我们知道声音不是外在的东西，声音是我们的一种感受。然后呢，我们认为我们经常看到的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是我们的感受还是物质呢？我们肯定会说物质衣服它本身有颜色，就是物质它是物质，红色、黄色、白色都是物质，然后这个物质它永远都存在的，我们的感官去感受一个存在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的感官创造了一个物质但是科学有告诉我们，不是红色、黄色物质，这个物质是没有颜色的，物质它是没有颜色的，因为物质的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光的光的波的长短不一样，这个波的长短不一样以后，不同长短的波再让我们的大脑里面呢产生了不同的颜色，没有颜色这个我们普通人根本就没办法理解的，没有颜色那我们为什么买衣服怎么挑剔呢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喜欢这个颜色不喜欢那个颜色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在往深的方面继续去思考的话，那这里面就有很多东西了，很多东西其实佛教一直都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的真正的把这个我们的大脑开发了100%的时候，这个世界肯定是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变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我们今天先不讲一定会有这个变化的那么大脑的这个开发，实际上翻译到这个佛教的话来讲的话，那就是意识的开发意识的开发、禅修的开发，翻译到现代的语言的时候呢，就叫做大脑的开发。不管是大脑的开发，是这个意识的开发，这个不重要，反正就是可以开发，开发了以后有变化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知道这个是可以开发的，禅定是可以开发的禅定，通过禅定的这个方法可以开发，这就是一个从一个很深层次的来讲，深层次的讲，禅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佛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了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禅我们的禅，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生活禅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我们的一个出乎意料的这个变化，这一点是完全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肯定有什么证据呢是不是因为佛教里面、佛经里面这么说？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宗教里面这么说都不是就是每一个人的自己的这种感受是一个玄火的人的一种亲身经历的感受告诉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变化，这个不是很神秘的东西这个佛教里面很多东西看起来
很神秘，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可以感受的。感受的时候，当我们进去感受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吃饭填饱肚子一样的真实，都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不进去，永远都站在这个外面去评价评论的时候呢，这所有的东西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很神秘的东西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但是如果你进去了以后呢，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神秘，就是一个存在的东西，这样子。那这个是禅的一个很很大的程度上的一个这个变化。禅修得好，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眼睛的结构啊，耳朵的结构上面呢，它会产生一个变化。然后呢，当我们的这个眼球变成了变化的时候呢，然后他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比如说你有可能肉眼可以看到 X 光啊，有可能看到红外线，有可能看到我们的光谱上的这些不可见的光，有可能对你来说是可见的光变成可见光，这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的。这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感官啊，在这个光谱上的好像是只有2%左右的光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其他的都是存在，但是我们根本看不到看不见啊。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没有开发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大脑还不支持我们的眼睛直接去看这些东西。我们的大脑也不支持我们的耳朵去听这么多的声波啊，我们目前听到的也就是中间的一部分，搞的底的我们这些声音我们都听不见。但是这些我想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很神秘的，就像神话一样的东西。但是我想对300多年的人啊，对300多年前的人给他们讲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事情，他们也觉得这个就是神话。但是这个不是神话，今天就不是神话了，这是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开发了大脑，开发了以后呢，我们认为是神秘的东西，不可能的东西，就是类似于神话的东西，有可能已经大脑已经被开发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真实的东西，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们的感官真的是有非常非常的局限性，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的就是最表面的东西了，最表面的东西。这个我们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显微镜直接告诉我们，你们看到的都是错误的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产的一个大幅度的这样子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追求的太极禅啊，追求的当然不是这个了啊，不是这个。但是我是随便说，禅它也有这样子的功能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现在需要的，尤其是太极禅啊，我们这个禅需要的是什么呢？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这个幸福。那么我们今天不幸福吗？不健康吗？不幸福不健康啊，答案就是我们今天不幸福。这个不是我们说的，是有科学的数据，全世界的幸福指数自从有了一个比较真实的数据以后，所有的这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这个幸福指数一直都在下降，没有一个是上升的，全部都在下降啊，这就是充分的说明我们现代人就是不幸福，没有幸福感，没有幸福感啊。然后我们不健康吗？我们就是不健康啊。为什么不健康？我们的医疗条件呢，卫生条件什么都就是比过去的人来说，现在就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我们还不健康吗？不健康啊，我们还是不健康。为什么不健康？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灵不健康，心灵不健康啊。就像西方国家来说，正当开始50年前啊，开始发现这个抑郁症的时候，他的患者的平均的年龄是28岁29岁，
29岁啊，小孩没有抑郁症。嗯，那么50年过去了以后呢，嗯，他的患者啊的数量多了10倍，增长了10倍。嗯，然后呢，他的患者的这个年龄啊下降，平均是14岁。14岁，香港不就有8岁的小孩也有抑郁症啊，也有抑郁症，小孩都有抑郁症。美国人有一个调查报告，就是说他们的小孩啊得抑郁症的这个几率比他们的祖先的高3倍啊，高3倍。就是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不健康，就是没有幸福感啊，这是肯定的了。嗯，那么这些问题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啊，为什么这样子？很简单，佛教里面就有这个答案，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我们过度的去追求物质啊，这个精神的领域忽略了，就是这个原因啊。那我们为什么过度的去追求物质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为什么理解呢？人类历史发展就是这样子，过去15世纪、16世纪这样子的时候呢，人没有今天这么多的物质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的丰富的物质生活。嗯，然后呢，人一定会这个物质对人啊，从佛教的话来讲，普通的人，尤其是普通的人，对他们的诱惑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一定会啊，会首先去追求这个东西。嗯，这是没有错的，它是一个本能的反应。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人和一条狗啊，关在一个屋子里面3天3夜不吃不喝，然后同一个时间啊放出来，嗯，放出来的时候，第一个他们要追求的，他们要寻找的是什么东西呢？两个，不管是人也好，狗也好，他们的追求就是一个，嗯，是什么？就是食物啊。人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宗教对他来说不重要啊，艺术对他来说不重要啊，哲学对他来说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吃的东西是最重要了。狗也是一样。什么本身就没有这些概念，他也就是这样。这个时候人和动物的追求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温饱问题，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嗯，但是有一个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就是西方这个工业革命的诞生以后250-26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人们就疯狂的去追求物质，把精神的这个领域基本上就忽略掉了啊，基本上没有去管这个事情。嗯，那这个是不能理解的啊。人去追求物质，这个是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就是本能的反应。过去没有那么多的物质，工业革命发展了以后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新的东西，这生活当中以前是没有的啊。那么这些东西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诱惑非常的大，吸引力非常的大，所以人去追求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了啊，很正常的。嗯，但是我们过度的去追求啊，就是受到了西方的这个教育的影响，还有本身我们本来就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啊物质的，然后呢我们过度的去追求，就把这个精神的利益完全就啊放弃了。嗯，这个是不合理的啊。为什么不合理呢？人如果是一个机器啊，它是一个机器，没有情感啊，没有这个灵魂，没有精神的话，那就物质完全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问题。他只需要物质，机器啊就不需要其他的东西了啊。他一台机器，他不需要宗教，不需要哲学，这都不需要的，就只要有足够的物质啊，那就他就可以工作了啊，可以生存了啊，都不需要。但是人，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必须要承认，人不是机器。啊，人不是一台机器，那么人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的总合体，啊，物质和精神的总合体，这叫做人。嗯，因为它是物质和这个精神的综合体，所以它有两个这个生活的领域，一个是物质生活的领域，一个是精神生活的领域。为什么？因为物质来满足我的肉体的这个需求。啊，然后呢，精神的这个领域当中呢，用另外一个东西来满足我的这个精神生活的需求。
啊，这样子的话，这两个啊人本来就是总合体，然后他的生活也有两个领域，两个领域当中都照到了啊他自己的这个能够满足他的这个需求的东西都找到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啊，平衡的状态。这样子以后呢，人既有安全感、幸福感啊，也同时也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啊，这个丰富的物质生活啊，这个物质生活这两个生活的领域当中所得到的东西，如果一旦不失去平衡的话，人就有幸福感啊。生活节奏也不需要那么的快，压力也不会自然就不会那么的大啊，可以过一个比较理想的生活。嗯，但是这两个当中啊，一旦失去了平衡以后呢，然后人就找不到啊，找不到这个幸福感，没有安全感。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啊，受到了一些这个西方思想家的一些啊，西方的一些某些思想家的这个影响啊，就是说我们在精神生活当中，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寻找幸福，其实是没有幸福的地方去寻找幸福的，这个不可能得到幸福啊。然后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思想的影响，然后人们就完全忽略了这个精神生活啊，拼命的去追求物质啊，极度的失衡啊。这样子以后呢，250多年过去了以后，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失去平衡的恶果啊，现在人们就开始发现了，现在人们开始回头了啊，回头。大家都知道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啊，大家都知道祖先的这个智慧的重要性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精神领域的这些感受，过去我们啊，觉得就微不足道的，根本就完全是可以我们认为完全是可以忽略的东西。今天我们发现啊，不能忽略了啊。这个如果一旦这个忽略了以后呢，我们没有啊，没有好的日子过啊。说白了就是没有好的日子过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今天就是开始发现了啊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啊，那需要这个精神领域当中的一些补充啊，就是要吸收一些新的这个营养。这人本来就是人的这个啊，人的这种它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它这两个都是啊，就像儒家道家的这个思想里面讲的一样，这所有东西都要平衡的啊，尤其是佛教的中观啊里面讲的一样，中观呢是佛教的思想，中观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能极端啊，不能极端，极端了以后呢，然后就是一定会啊出问题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拼命的追求了物质，有了啊，大家都有非常丰富的物质了，但是这些物质不能给我们带来啊幸福感。我们把车子啊，房子，身边的所有的收集等等等等的东西都提升了，升级了，唯独没有升级的是什么？我们的心灵没有升级啊，没有升级。然后这个时候呢，车子、房子，所有的东西都，反正这个物质的东西都高高在上啊，高高在上，就跪在这个物质下面的是我们的心灵。啊，是我们的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灵不但是没有能力去享受这些物质的东西，而且这些物质翻过来啊，就啊，严重的干扰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啊。这就是我们忽略的恶果，就是这样子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是需要达到一个平衡啊，用太极禅。啊，每一个人男女老少都适合的啊，有宗教信仰的，没有宗教信仰的啊，有宗教信仰当中有西方宗教、东方宗教都没关系，这就是一个人类的一种心灵的训练的方式啊，一个放松的方式，一个缓解压力的方式，这不管你什么人都可以接啊，都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啊，这个时候呢，
我想啊，过去我们比如说300年前啊，人类的祖先啊，还有就是这些先知先驱的这些有智慧的人，发现了这个精神领域的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但是我想，对老百姓来说，可能那个时候啊，像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大的需求。那因为这个时候本来物质生活不是很发达的啊，对人们对物质的这个那个时候啊，对物质的追求也没有现在这么的疯狂啊，所以他们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平衡的。嗯，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就是严重的这个失去了平衡了以后呢，现在。在这个精神上的这些东西啊，不是我们学界呀、什么知识分子呀、修行人呀、宗教徒呀，不仅仅是他们需要，而且我们很多的都市的白领啊、上班族都需要，都所有人都需要了。今天，所以我想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年代在精神上的东西这么需求啊，这么需要，过去没有的啊。那是我们的奋斗的方向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就是这个追求物质不能说完全错了，但是呢失去平衡是错的。嗯，所以我们把这个达到一个平衡啊，用什么样把它达到平衡呢？好，比如说物质财富你可以有啊，权力你可以有，名声你可以有，不可以只有这些，就是这个意思，这些都可以有啊，但是不能只有这些东西啊。只有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只有名声啊，只有这个物质财富啊，只有权力，只有社会的地位，但是没有其他的啊，那你一定不会幸福的，一定不会幸福。嗯，所以我们今天啊，全球的幸福指数下滑啊，严重下滑，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失去平衡了，非常的简单。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样啊？这个弥补啊，这个怎么样重新把它平衡起来呢？就是太极禅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因为如果这个禅，比如说佛教的禅、其他的禅、印度教的禅，当然它是有很高深的这个特点，但是呢，这个不一定人人都啊，对人人都有用啊，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这种禅啊，任何人都接受。如果你是一个宗教徒，那这个基础上也可以有信仰啊，往这个方面走。如果没有信仰，那也可以的。这个里面没有这个任何一个宗教的东西，这是一个训练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把佛教里面的一些东西啊，就拿到生活当中，把它习化以后呢，啊，就用到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呢，它虽然是来自于佛教，但是呢，这个里面把这个信仰的部分呢，已经没有了。现在这是一个生活的一种方式啊，精神生活里面的一种方式，这就是精神生活当中的一种营养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只要有了这个啊，才能够有安全感啊，把我们的内心强大了以后呢，啊。强大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会有安全感。因为我们今天呢，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的世界，就是我们的精神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为什么这么脆弱呢？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这么脆弱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度的依赖物质啊，因为物质的东西太多了，什么都可以用物质来解决。那然后我们也误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用物质来解决啊。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都用物质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无心的就培养了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啊心灵状态。所以我们今天的焦虑症、抑郁症啊这么多啊，所以我们有权力的啊、有钱的、有地位的都去吸毒呀、赌博呀、自杀呀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啊太脆弱了啊，没有安全感，找不到这个方向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啊，物质是我们生存的基本的条件，需要的啊，但是呢，
我们更加需要精神的啊，因为我们是也可以这么说啊，如果我们的精神它能够找到一个适合它的归属的话，心灵的归属的话，它不会介入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啊。什么叫做我们的心灵开始介入物质生活呢？本来物质生活是用来啊满足我们的肉体的需求啊，不是用来我们的精神的需求。嗯，但是因为精神他没有找到，在他的这个生活的领域当中，他没有找到适合的他的归宿啊。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介入了这个物质生活啊。什么叫做介入物质生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啊炫耀、攀比、虚荣啊等等等等，这是这些都是。精神生活这个啊，精神啊，我们的心灵啊，严重的介入物质生活的表现，直接的表现就是攀比、虚荣啊，就是这些了。那这样子的话，物质它用来满足我们的肉体的需求，完全可以做得到，它本身就是用来做这个的。啊，然后物质用来满足我们的精神的这个需求，那这个是永远都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的。它本身就不是用来做这个的啊。但是因为我们的，比如说水啊往下流的时候，那么它在这边没地方流啊，那它肯定要找另外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的精神它如果没有找到精神的领域当中的东西，那么它一定会介入到物质生活当中。古人我们的祖先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哲学呀啊宗教呀，比如说2000多年前或者3000、5000年前就有哲学呀宗教呀很多很多的这些心灵上的东西，古人就发现心灵它需要一个适合它的归属，那这样子它能够在它的这个领域当中可以活动，它不会介入物质生活当。如果它不介入物质生活，那么物质是用来啊满足我的肉体，这样子我不需要太多的物质了啊。然后没有太多的物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一样的很幸福的啊，很轻松的，很放松的啊活着啊，我可以这样。古人就发现这个，所以他们创造了很多很多非常辉煌的啊宗教啊、艺术呀、啊、哲学呀、啊、这样子的东西。嗯，那么我们今天虽然是创造了很多很多物质方面的辉煌，那精神上面我们创造了吗？没有创造。嗯，所以我们在精神里面我们找不到什么归属了，所以我们的精神只能介入到我们的物质生活，然后它参与了我们的物质生活的时候，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就这个啊更烦躁，然后节奏更快，需要的东西更多，再多也没有办法满足，然后最后啊就是真正的感觉不到这个人的啊幸福。本来啊，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讲，人是六道轮回当中最幸运的、最幸福的啊、最幸福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欲望啊，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最幸福的、最幸运的所有东西都遮盖了啊，不允许我们去感受人的生活当中允许感受的、应该可以得到的这些感受都没有。嗯，我们经常说欲望就是发展的动力，没错，欲望就是发展的动力，但是到底让我们发展到什么样的方向，这就不好说了啊。发展到正面或者是发展到负面都可以的，欲望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正面的道路上啊，也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负面的。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欲望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了，不需要说了，大家都知道了。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点点内在的东西，这个叫做禅啊，这就是禅的作用。我不展开讲了，也不需要展开讲，大家都很清楚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40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讲一个这个第四个，就是如何修禅啊，如何修禅。嗯，
禅如果我们系统的修的话，比如说太极禅，他们肯定也有这样子的计划啊，比如说今年修什么禅，明年再修什么禅，后年再修什么禅。比如说我们的小学的课程、中学的课程、大学的课程一样的，禅也有最基本的啊，然后中等的啊、高端的禅也有这样子的很多很多的禅修。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基本功啊，基本功，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禅，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禅。那、啊、最基本、最基本、最粗浅的。首先啊，我们这样子，这个修禅的时候啊，修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体的姿势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啊，第二个。是呼吸，第三个是这个心灵的调整心态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三个方面，这个我们要亲自去感受。比如说太极禅啊，这个真正把这个禅推广了以后呢，首先是必须要这个在这个教练啊，他自己要来学，要去感受啊，不但是听一个课两个课就解决问题，他必须要去修。而且啊，这些内心的东西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啊。那这个当中，如果你要给大家指一条路的话，那必须自己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啊，才能够把大家带出一个比较安全的路。如果啊，这是光是在理论上稍微知道一下什么叫做禅啊，但是没有亲身体会，没有这个实际的经验的话，那这个真的就不好说了啊。最后这个禅修，如果没有修好的话，那有可能我们更加的这个烦躁啊，更加的急躁啊，也有可能。所以首先是要教练啊，先修，而且要闭关啊。比如说中国禅宗的这个很多寺院到现在，也就是像比如说像云居山啊，很多地方到现在也有这个传统啊。比如说大佛禅期啊，每七天就是一个阶段啊，然后呢两个期、三个期、五个期，那、这样子当中去感受啊，至少太极禅的这些教练啊，至少也得就每年就有两三个禅先自己去感受啊，感受了以后啊，然后告诉大家啊，你首先你先走出去啊，走出去了以后呢，整个的这些啊这些路啊，你了解了以后呢，然后回来啊，再把这些人带出去啊，这才是对的啊。然后自己都没有走，从来没有走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带到什么地方不好说了啊。所以以后就是要这个要去教练，先把这个禅基本的禅练好了以后，再去带别人，这样子是比较好的。一般的我们的知识啊，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然后考试合格了就可以去教别人。但是这个不可以，这个必须要自己去亲身感受，感受了以后才有资格去带其他人。这样子。好，首先我们啊这个身体的姿势是要第一个。要考虑这个七个方面啊，第一个要盘腿啊，腿要盘起来啊，我们感受一下啊，大家，请大家方便的话，腿盘起来啊，腿盘起来。对，大家腿盘起来。这样子的。好，这样子就可以了。在佛教里面，这个叫做单盘啊，单盘这样子可以啊。然后有单盘、双盘这样子的说法，但是我们这样子平时就可以的啊。
但是我知道我们平时都是坐在这个椅子沙发上啊，一下子这样子坐下来了以后呢，五分钟十分钟就肯定很难受啊，没有训练过的人很难受。那难受有两种解决的方法，两种解决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这样子推攀起来了以后呢，很难受，推很痛啊，这样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有两种办法啊，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啊，强制性的啊，忍住了以后呢，一次两次三次成功了以后，然后永远再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从此以后这个就过了这个关就没问题了，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实在是受不了的时候，推可以稍微活动一下啊，稍微活动一下，活动啊完了以后呢有盘腿啊，这样子慢慢的适应就可以的啊。那比如说推啊，就是推实在是不方便的啊，受过伤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啊，但是最好能够这样子盘推啊，这是第一个姿势。然后第二个姿势啊，手要这样子啊，我们这左手啊放在下面，然后右手放在上面啊，两个拇指头这样子碰头啊，对，左手放下面，对，右手是上面，然后两个拇指头啊，大拇指头碰头，这样子。好，这个就放在这个肚脐下面的四个手指，也就是叫这个叫丹田啊，丹田这个地方。好，这是第二。好，然后第三这样子啊，两个胳膊要这样子张开啊啊，为什么要这样张开呢？因为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肩膀上背后的这个肌肉哦都很放松的啊啊，都好啊，这样子啊，这样子好，就放在啊，你来吧，好，好这样子啊啊，左手放在下面啊，右手你坐这吧，你坐这儿。好，坐上来，好，坐上，好好坐上来，他们看不见，你坐上来没关系。好，我们两个，哎，对对对对对，好，你也这样盘腿，好，好，然后啊，左手放在下面，右手放上面，两个大拇指头这样子碰头，然后就放在啊肚脐下四指处，叫做丹田啊，放在丹田这个地方啊，然后这样子这个。两个胳膊啊不能这样子啊，这样子以后呢，这肩膀的这个后面的肌肉都收缩以后呢，就十分钟二十分钟以后就背后很不舒服啊，不舒服，这就影响心的这个平静啊，所以要这样子张开啊，好，这样子以后呢，全身尤其是这个肩膀的肌肉都就达到一个很放松的这个状态啊。好，这是第二。第二，然后第三啊，身体要端正啊，端正不能向右向左外啊，就是端正这样子，也不用太挺这样子啊，就可以比较这个姿势呢，就是全身每一个部分必须要达到很自然很放松的状态。好，我们要刻意的去要做一个动作的话，稍微有一点点就对我们的心的平静呢，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影响，所以啊，好，这样子身体端正，这是第四。然后第五，头啊，头稍微往前，这样子也不能这样子啊，这样子以后呢一会儿就睡着了啊，有可能一会儿就睡着，对，所以啊，稍微往前这样子。好，这是第五。然后第六啊，第六，眼睛啊往下看，佛经里面讲鼻尖啊，就是这里就是鼻尖，但是这个并不是说要看到这地方啊，就是往这个方向看啊，往下看，但是眼睛不能闭啊，我们很多打坐的人就是因为睁开眼睛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呢，心平静不下来啊，闭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那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能够平静下来，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人闭着眼睛打坐，但是这个这样子的话就五分钟十分钟以后又会睡着的，所以这个效果不好，所以呢要半闭的状态，眼睛是半闭的状态啊，这样往下看。
好，然后这是第六啊，第七舌头啊，舌头就是钉子上颚，这样子呢，大坐静下来了以后呢，这个口腔里面的这个啊口水比较少啊，不需要经常吞口水，这个也会影响的。我们平时根本就什么呼吸呀、吞口水呀，根本什么时候吞，根本就不知道。但是静下来了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心脏的跳动啊、血液循环啊，还有这个呼吸的影响啊，这些都会影响的。所以这个舌头啊钉着上颚，就是这个牙齿的这个齿牙齿的根上放在这地方钉着啊。然后呼吸呢，口腔和这个鼻孔啊同时呼吸，这个不需要刻意的去调整，自然的情况啊，平时怎么呼吸就怎么呼吸，不需要刻意的调快啊慢啊，这都不需要，很自然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第七。好，这是我们的以后啊，任何时候打坐，真正的打坐就是要这样子训练啊。然后训练好了以后呢，啊，也不需要这样子。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啊，开车的时候是不能修，但是渡车的时候呢，啊，你也可以修一会儿，两分钟、三分钟啊，也是很轻松。啊，开车的时候呢，肯定不能出问题的，不能修这个啊。那堵车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在办公室没有人的时候，把门关上啊，修三分钟、五分钟呀，很轻松，非常的舒服的，缓解压力，很起到很好的作用。好，这是这个啊身体的方面。好，这个七个姿势大家要记住，七个姿势。好，然后第二个啊，第二个什么？第二个是呼吸啊，呼吸。那么通过这种呼吸的一种方向方式，呼吸再加上一种冥想啊，通过这两个方法啊，把我们的比如说晚上我们睡觉之前打坐的话啊，那么这一天的这个工作当中产生的啊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压力、焦虑等等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啊，这些所有的情绪把它清空，把它就像我们电脑里面的这些垃圾文件清空一样，把它清空啊，清空了以后，然后人再静下来，这禅定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那怎么样清空呢？怎么样一个清空的方法呢？啊，冥想啊，冥想，用佛教的话来讲，叫做观想啊，观想，在心理学里面，这叫做冥想，实际上就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通过一种思维的方式，然后再加上呼吸，把垃圾情绪都排出去啊，清空了人的比如说我们每天睡觉的时候去洗澡一样。这叫做心灵的洗澡啊，心灵的洗澡，也就是把心灵的这些垃圾啊清空。那什么样的具体的方法什么呢？请大家看这里啊，首先是左手啊，左手的这个拇指头，大拇指头摁住这个啊小拇倒数的第二个叫做无名指啊，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然后呢，其他的四个手指放在这个大拇指上面然后呢，这个放在这个大腿的腿根左右有动脉和经脉就放在这个穴脉上面摁住压住。好，这是左手的动作左手的动作。这为什么要这样子压住呢？就是这个里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以后可以逐渐的学习，暂时我们不讲这个原理，这样子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好，这是一个。然后呢，右手右手又是一样，大拇指头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这样子然后三个手指放在拇指头上面，食指要伸出来这跟左手是不一样，食指伸出来。好，然后手心朝上，先放在这个膝盖上，
这样子啊。好，然后啊再上来摁住这个左边的鼻孔，压住这个啊啊，有啊，对，有鼻孔啊，有鼻孔，然后摁住以后呢，先深深的吸一口气，这样子深深的吸一口气，好，然后摁住啊，然后呢，从左边的这个鼻孔当中啊，把气排出去，这样子，好，这样子排出去啊。拍出去的时候啊，除了这个动作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冥想啊。这个时候我们像什么呢？啊，我们像就这一天啊，或者是一个月，或者是几小时当中产生的这些所有的压力、焦虑、不开心的啊，等等等等的负面的情绪、垃圾的情绪，都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啊，就像柴油卡车的这个排气管里面排出来的啊，这个气体一样，又黑又脏的啊，气体变成了一种这样子的气体，然后变成了以后呢，然后从这个左边的鼻孔当中排出去啊，希望大家相信这个心灵的作用啊，心灵的作用，这个真的是这个心灵的作用，我们以前是忽略了啊，我们认为物质的作用才是实实在在的，心灵没有作用的，错了啊。佛教上面有很多很多证据，这些我都不讲，有一个最近就是有一个哈佛大学，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研究啊，就是他们制造了一种药啊，然后这个药就给啊秃头的人啊，然后说这个是长头发的，嗯，然后给他们吃了以后呢，真正的啊长出新的头发来了啊，但是这个药跟长头发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从这个物质的作用上讲没有任何的作用，嗯，根本就不可，如果一般的人他没有这种心灵的这种支配这个作用，他根本就不可能，这个药物跟这个长头发一点关系都没有，嗯，完全是他的心理的作用啊，就是告诉他这是长头发一个新的产品，非常了不起的啊，然后他相信了以后吃了以后真的长出新的头发来了啊，然后药物来这个做了实验啊，这些普通的药物啊，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些药物，可以起到了这个阿司匹林的55%到65%之间的作用啊，都是心的作用，不是药的作用，药跟这个没有任何的作用，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物质。对身体只是没有伤害而已，他没有任何的帮助啊，就是因为有，就让他相信这个，然后他完全相信以后呢，就最后就真正的啊，就起到作用了，发挥作用了，头发都长出来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就是癌症啊，就知道自己有癌症的时候呢，很多医生也说70%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啊，其实真的是这样子，他本来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如果他心灵放松啊，想得开啊，这样子的话他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呢，因为一旦知道有一个哪里有一个什么恶性的肿瘤，然后呢天天想这个，天天想这啊，然后最后就是自己给自己毁掉了啊。所以希望大家相信这个冥想的作用和心灵的作用，这佛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例子，当然我们这些都不讲，只讲一个科学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这样子的研究，这哈佛大学做的呀，不是一般的我们一般的学校做的一个实验，这哈佛大学做啊，所以现在的人就不能开始不像以前那么忽略这个精神上的东西，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允许我们忽略精神，另外一个就是新的这个科学的实验也告诉我们啊，心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作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开始接受
这个心灵的一些作用了佛教其实人家已经早就知道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以前不怎么重视现在我们不能不重视了，如果再不重视的话，那这么大的物质的财富，最后它让我走向什么样的地步，它让我幸福还是它让我毁灭都不好说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这些，希望大家你可以不相信任何的这个宗教，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这个心灵的作用，这个是没有办法忽略的物质有作用，精神一样的作用有些时候这个精神的作用已经超越了物质的作用，这一点你比如说你可以不信佛，你也可以不信基督，你也可以不信上帝，你什么都可以不信，但是你必须要信第一个物质的作用，第二个你自己精神的作用，这个没有办法忽略。再说呢，这个也没有必要忽略，这个为什么忽略呢？它明明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作用，为什么要忽略呢？为什么要排斥这个呢？没有必要的好，这个就是说希望大家相信这个是有作用的就是这个意思。好，排出去了把所有的这个不开心的东西变成了一个非常肮脏的这个气体，然后排出去。好，第一这个要做三次然后第一次排气了以后呢，然后又深深的吸一口气，吸的时候呢用嘴巴鼻孔一起吸深深的吸一口气，这样子，然后又摁住然后第二，然后一样的就第三。好，这个左边拍了第三次了，然后左右手再换左右手换，这样子。有时候现在我们开始把拇指头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然后呢就做这样子的拳头放在右腿腿根的这个穴面上面压住压住，然后呢左手的拇指头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把食指伸出来，好，手心朝上，先放在这个膝盖上面然后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再上来摁住压住这个左边的鼻孔压住，然后呢冥想都是一样的把所有的不开心的东西全部变成了黑色的气体。好，然后呢先深深的吸一口气，这样吸一口气，然后好，这样子长长的排出去这个时候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冥想心灵的作用，这个时候最重要了。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好，左三次右三次。好，然后呢左右两个手请大家看这里左右两个手的拇指头同时摁住这个这个无名指然后呢这次我们食指不需要伸出来，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同时摁住这个左右腿根的动脉和静脉上然后冥想都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讲的完全是一样，就把所有的这些焦虑抑郁等等的这些负面的情绪佛教里面用佛教的这些词汇我们用现代的语言翻译成现代语言的话，有两种情绪，一个是负面情绪另外一个是毁灭性的情绪毁灭性的情绪是什么？比如说严重的嗔恨心、抱怨这叫做毁灭性的情绪然后平时的这些不开心焦虑还有攀比这些还没有上升到毁灭的程度，这都叫做负面的情绪负面情绪和毁灭性的情绪把这些毁灭性的情绪和负面的情绪都变成了一个非常肮脏又黑又脏的气体，然后这个左右鼻孔同时排出去。首先深深的吸一口气，吸，然后一，然后又吸一口气，有排，然后有吸，
右派，好，这样子三次，一共是九次了啊。九次的这个清理啊，这叫做垃圾情绪的清理啊，通过冥想把它清理了。好，最后我们要冥想啊，把我的身体内外都变成了一个非常的透明啊，非常的干净，就像一个玻璃被洗得干干净净一样啊，所有肮脏的东西都排出去了啊，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纯洁的、很干净的啊、很透明的身体，这样子人完全，如果稍微投入一点，认真的去想，这个时候都人可以达到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好，这是第二。好，现在是第三啊，我们第一个是身体的姿势，第二个是呼吸了，现在第三就是心灵的调整，心态的调整，这个才是真正的啊最重要的了啊。那心灵啊，如果这个时候是佛教的修行，那它有很多很多的修行，这个我们今天不讲啊。然后我们从这个心灵健康的角度啊，从这个心灵的这个幸福感的角度啊，从这个心灵的放轻松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都可以不需要了啊。那么需要的就是这里面有一部分啊，这是一个训练的方式啊，这里有一个过渡啊，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浮躁啊，然后没有这个过渡，让我们一下子要静下来，这个很难的啊。那这中间就有一个过渡的时间啊，这个过渡是什么呢？让我们去数呼吸啊，数呼吸。这种数呼吸呢，佛教里面有，印度教里面有，都有，这些古老的宗教里面都有的，但是他们是有信仰的基础上修啊。那我们有信仰的基础，有信仰的可以在信仰的基础上，没有信仰的那不需要信仰，这就是一个调节心态的一种方法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啊，这个数我们的呼吸，怎么样数呢？啊，一个呼，一个吸。这两个就是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啊，然后这个数字我们从一开始数到七啊，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七以后呢不能再数了，八九十不能再数，为什么不能再数？这数字的东西太多了，以后呢人的心一样的会散乱的啊，一样的会注意力不能集中，不能数得太多太多，所以这个是祖先啊，过去的人他们的经验啊，从一到七是最适合了，不要再数字，不要再太多了。然后从一到七啊，这个数字就是一个组，一组数字有七个啊。然后你可以一组数完了以后呢，比如说一个大组，比如说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当中，比如说。可以数一组，一组是太少了啊，比如说五个七、六个七、十个七都可以，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啊，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那就是可以七个啊，七个七、八个七、十个七都可以的，反正数到七以后你一定要回来从一开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呼吸是必须要自然的呼吸啊，不需要跳快，不需要刻意的跳慢，自然的呼吸。然后自然呼吸以后呢，我们呼吸的同时数这个数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把全身关注的，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数字上面，这数字上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讲的啊，我们的思维的活动有没有降到零？还没有，还有活动，我们在数一二三四五，我们还是在想东西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啊，我们把这个思维已经是很规范了啊，在我的心里只有啊这个数字啊，只有一到七啊，只有一到七，没有别的东西啊，所以相对来说已经是很规范了啊。平时我们啊，一会儿又像这个，一会儿又像那个啊，一会儿又高兴，一会儿又不高兴，是乱七八糟的啊，乱七八糟。现在呢，稍微把这个思维啊理顺
规范化了。虽然没有完全的停止，虽然没有完全的归零啊，但是呢还是很集中的啊，这是一个过渡。这个修的比较啊，这个训练的比较好了以后呢，然后最后我们把数字也不数了啊，什么都不想，完全可以放松啊，但是呢在这个中间还需要一个这个啊。好，那我们现在大家感受一下啊，请大家这个恢复我们刚才的这种姿势啊，坐在这个椅子上的呢，不盘腿，不方便盘腿的话也没关系啊，就还是要做这个姿势，其他的姿势啊，做好其他的姿势。好，然后啊，然后我们这样子，把我们的所有的思维啊，所有的思维就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就高度的集中在这个数字上面啊，不要去想别的啊，不要想别的。我们人坐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心已经在想家庭的事情、公司的事情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放下所有的这些事情啊。佛教讲放下。但是我们世俗的人，我们不要求其他的时候放下什么，但是在这个比如说20分钟也好，10分钟，这个时候要求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放下啊，只想一件事情，这个就是1到7的数字啊，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只允许有1到7的数字，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好的不好的啊。这个时候呢高度集中了，高度集中啊！这时候呢，虽然是有，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到，虽然是有一个思维在数这个数字，但是呢，我们可以同时，我们可以感觉到啊，一个非常平静的啊，非常平静、非常宁静的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可以进入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我们的思维虽然没有完全停止，但是呢数呼吸的同时，我们可以会感受到啊，这个我们现在开始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们这样子，我们从1到7，我们现在数3个气啊，3个气，21，但是这个不是7、8、9、10是啊，1到7，然后再回来1到7，再回来，再回来3次。好，我们现在大家开始啊，大家开始感受一下啊，请大家把这个我们刚才的这些动作要恢复啊，眼睛往下看，半闭的状态啊，半闭的状态，尽量的不要眨眼，不可能完全不眨眼，但是尽量的啊，然后尽量的眼球不要转动啊，尽量的看一个地方啊，一个地方。好，然后呢数1到7，大家现在开始。好，3个起。
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训练的方法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三个问题，注意三个问题。嗯，第一个是什么呢？全身关注的啊，去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数字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啊，我们这个数字啊，数着数着，然后有些时候会走神的啊，走神的。然后虽然是这个呼吸还在数啊，但是呢，心在想别的东西。我们的身体也有这样子的功能，比如说你要走一个，比如说比较复杂的路。那肉体可以走这个复杂的路，但是你的思维根本没有去想这个路，在想别的东西。但是人还是可以这样子走比较弯弯曲曲的路啊。然后心它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作用啊，它可以数这个呼吸，但是它又可以想另外一个东西。嗯，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是第二个啊，必须要立即发现我已经走神了。啊，走神了，抛身了，我没有集中在这个，我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啊，已经这个走神，要发现，必须要当时要发现，嗯，这是第二，现在不需要了啊。然后第三呢，啊，第三就是要这个，如果你发现走神了啊，然后立即就要采取措施啊，采取什么措施呢？不要一直让它走神，不要一直让它走下去啊，让它一定要让它回来，拉回来啊，拉回来，然后让它专注这个数字啊，就这三个啊，就这三个。禅定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后面的这些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我们现在暂时用不上，先用这三个方法就可以了啊。还有三个方法两个障碍，大家记住这个啊，三个方法两个障碍。两个障碍是什么呢？修禅定的时候有两种情况啊，一个就是昏沉啊，昏沉啊，然后20分钟5分钟以后就昏沉啊，昏昏沉沉的，虽然人还没有完全的睡觉啊，没有睡着，但是呢就迷迷糊糊的，没有任何的感觉啊。其实这个大坐不大坐都一样的，没有什么作用。有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的时候，最简单的处理的方式什么啊？把这个屋里的啊，如果在室内大坐的话，这个光线啊，要明亮一点，比如说窗户呀、窗帘呢都打开啊，然后要通风啊。室内的温度如果有空调呢，温度要降低一点，稍微啊凉快一点的地方，就人的注意力是比较容易精神的啊。如果衣服啊，如果稍微厚一点的话，那就脱掉外套，脱掉啊，稍微衣服少一点啊，然后用凉水啊洗脸，用凉水洗脸啊。然后还有，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比如说有两层楼的话，那到顶层去打坐啊，顶层去打坐。但是这个一般不可能啊，这没关系的，就明亮，光线调好，温度调好啊，就用凉水洗一下脸。嗯，还是不解决问题的话，那就停止啊，不要去勉强啊。我们要去调伏我们的心，必须也得要有善巧的方法，不能强迫他啊。如果强迫他，那他是有这个有负面的，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个作用，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驯服大象、驯动物一样的，有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式去驯自己的心啊，才能够成功啊。实在是不行，那就结束了。这是一种情况啊。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是相反的啊。静下来的时候呢，打坐的时候呢，不是昏沉啊，而是散乱啊。用佛教的话来讲，这用佛教的专用的术语，这叫做调居啊，调居。意思就是说散乱啊，散乱，心根本就静不下来。一打坐的时候，身体在打坐，但是呢它就胡思乱想，根本静不下来。好，这个时候呢啊，室内的温度要调高一点啊，然后呢光线呢稍微要暗一点啊，光线暗一点，衣服可以多加一点啊，这个是有帮助的，有帮助。如果是这些方法都不用不上的话，
那就不要打坐了啊，这个不能强迫，不能勉强，先结束啊，结束了然后去做别的事情啊，都可以的。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啊禅修的方法。好，现在我们啊用另外一个方法啊，另外一个方法，我想这两个方法是我们可以用一段时间啊，比较有帮助啊。另外一个方法呢，是更具体一点啊，跟这个真正的禅定呢更接近一些。嗯，那另外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啊，就是不需要数呼吸。啊，根本就不需要去观它啊，呼吸正常的呼吸就可以了。嗯，然后这个时候啊，在室内啊专门的去打坐的时候呢，比如说半个小时40分钟当中啊，把门关上啊，把电话关掉啊，把所有的事情该处理的事情都处理，免得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又站起来去处理这些事情，这样子是不好的。那把所有在这个半小时或者一小时当中要去做的事情、要处理的事情，全部啊，就之前就处理好啊，处理好了以后，然后就静下来啊。这个身体的姿势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些身体啊的这些动作，嗯，然后现在有一个不一样是，第一个我们不输呼吸啊，然后在前面呢，我们这样子打坐的时候比较方便的地方啊，就放一个东西，比如说一支笔啊，一支笔啊，或者是另外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但是这个东西是不能是一个运动的东西啊，就是一个精致的东西放在前面啊，或者我们暂时没有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毯上的一个凸温啊的一个垫啊，把我们的两个眼睛啊就按照就定在啊定住，或者是专注在这个某一个垫上。啊，佛教里面就是要求我们啊，比如说啊，一颗小石头啊，一颗小石头啊，或者是一支笔啊，一个枕啊，仙啊，反正什么都可以的，就放在前面，嗯，然后呢，把眼睛定在这个上面啊，然后呢，我们的心啊。两个眼睛和心这三个锁定在这个前面的这个目标上面啊，然后心里面呢不去思维过去啊，不去思维未来，当下的心，这个稍微有点像这个禅宗讲的一个深奥的道理，但是呢用的词汇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内容就没有那么深啊，不去思考，不去追究过去的事情啊，不去迎接未来的事情，当下的心也就是完全的归零啊，归零的意思就是说不去思考任何的事情啊，就锁定在一个点上面啊，然后静下来啊，静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三个。第一个，我们可能只能啊静下来五秒钟或者十秒钟啊，然后立即就另外一个念头出来了啊。但是这个没关系啊，这个很正常的。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必须要知道啊，有一个念头已经产生了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走神啊，不要继续，立即就要发觉啊。已经不安静了，已经有念头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把这个念头拉回来啊，还是让它专注在这个垫上，不要去散乱啊。这样子可以静下来啊。这个静首先是在这个专门的啊地方啊训练啊。训练以后呢，今天我们这个太极禅提倡的这个生活禅，比如说我刚才也讲过，比如说我们督车的时候啊。堵车的时候，如果有可能有一分钟的话，那也好啊，你就车子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啊都可以，你把眼睛啊心就锁定在一个点上啊，然后放松啊，这样子的话，这个第一个你可以修心，第二个
你不觉得啊很烦躁啊。第三个就是因为堵车很心很烦躁啊，很急躁狂躁，这些都完全没有。可以虽然是堵车，但是呢你在这个时间当中可以感受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感受啊。这个也是一个禅定的修法，这个叫做生活禅。还有一个比如说办公室里面啊暂时没有人的话，把门关上啊，那就是在前面的一张纸啊，或者是一个字啊，或者一个兔上面的某一个点啊，作为一个这个焦点，然后呢眼睛和心锁定在这上面，不要有任何其他的杂念，静下来啊，这样子训练啊，这就也就是禅啊，这叫做禅，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无相禅，这个叫做无相禅的最最最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个这个训练的方法。好，这个我们现在啊大家感受一下啊，感受一分钟啊，我们一分钟啊，请大家恢复这个动作，然后呢有东西放在前面也可以啊，没有东西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某一个垫啊就是作为一个焦点，然后把两只眼睛和心这三个就是专注在这个垫上啊，然后就没有把放下所有的这个念头哦，感受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感受一下。好，我们现在开始。好，好，大概就是一分钟了，啊，这个就是这两个是我们今天讲要讲的这个最简单的这个训练的方法，这就是禅定的基本功啊，这就是一个禅修的一个基本功，然后呢，在这个。在太极禅里面呢，我觉得不应该是仅仅是这一点，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了，那可能还要会安排其他的，但是我们先暂时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还是如果这两个虽然不是最高深的，虽然是一个基本功啊，基础的禅修，但是这个基础的禅修做得比较好的话，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积极的非常正面的一些这个东西，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这个亲身体会到的，这个是还是很重要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现在就差不多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